and the factories of knowledge. 他虽然谈的不是专门的商业化和现在的商业化的节点，他是谈的从教育，作为个体，作为未来的发展。但是我恰恰从他这个书的书名呢，我又觉得他这两个短语恰恰界定了我对于现在乃至未来，无论是从创业角度来讲，无论是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讲，无论是个人知识获得之后，你和财富之间的这个逻辑关系来讲，我觉得非常精确地点到了我的思考。 就是我们处于一个创意的产业时代啊，任何一个创意都值钱，是吧？以前的传统的时代，创意是不值钱，创意所带来的产品本身体现创意或通过创意产生产品，通过二次销售才会实现价值。但是现在，创意本身就是值钱，所以 idea is market now，idea is money now 啊。